千字文，学优登仕，摄职从政，存以甘棠，去而益勇。学优就是出自《论语》里面有学而优则仕之语，摄代礼，甘棠即棠梨木，后人以甘棠称颂官吏的德政。这段千字文的意思就是，书读好了就能做官，可以行使职权，参加国政。众人怀念赵伯的德政，赵公活着时曾在甘棠树下理政，他过世之后，老百姓对他更加怀念歌颂。启蒙故事：少公理政。少公是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，是周武王的弟弟。武王死后，他受命辅佐年幼的周成王，他勤于政事，经常到民间体察民情。每到一个村庄，他总是在田间理政，当地官员空出房子让他休息，他都拒绝了，实在太累了，少公就坐在甘棠树下休息，渴了就吃树上的果子。少公的仁德受到了百姓的称颂，他死后，大家悉心保护甘棠树，并编了一首歌谣：不要乱砍甘棠树啊，这是少公歇息的地方。少公勤于政事，体察民情，被万民称颂。读后启示：如果我们也能够像他们一样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甘于付出，乐于奉献，为他人着想，就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可与尊敬。